国家人权博物馆今日办当年一届的政治受难者追思纪念会，文化部长李永哲是讲，民主自由不是对天顶掉下来的，是真侪人牺牲所换来的。因会继续记录政治迫害的真相，继续做转型正义。在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石碑头前，轻轻插一蕊青芳。幸存者蔡宽柱参受着政治迫害的家属代表，将因对亲戚朋友的思念甲疼痛寄伫风雨当中。回想38年戒严时代，蔡宽柱讲：“平安这两字对伊来讲，听起来轻松，其实真沉重。是一万外的家庭支离破碎，我认为不是干安尼。”受害的是整个台湾社会，唔通袂记即台湾曾经有这段不堪的黑历史，唔通搁再重来过去的错误。历史袂当放袂记，文化部长李永哲答应要尽力邀请受难者家属、甲历史专家，用口述历史的方式，将受难前辈的故事记录落来，互真相会当透明，嘛互无共族群的台湾人民会当互相了解。这是一条很多前辈热血哈，那个洒在这个大地上所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，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。了解越多，我们的凝聚的共识就会越大。那么我们将来在处理一些转型生是那转型正义的相关事务的时候呢，会有更好的一些过程跟结果。抚慰社会伤痕，需要打开心内的门窗。国家人权博物馆透过追思纪念会，表达对生命甲历史的尊重。记者麦尚英、陈宝罗台北报道。